yeah. Are we talking about losing control? I'ma show you how we lose control, baby. Watch this. Look, look, Marty Mark. Watch the way I start up. I've been going hard, but I can go way harder. Every beat I'm on, yeah, you know that I slaughter. And I'm always looking gorgeous, chilling with somebody's daughter. Yeah, she loves me. Say she love the way my chain sitting. 行，往下一目标点。 往前奔跑并起跳，翼装会自动满。首先，往前奔跑，跑到边上时，你可以在空中控制飞行方向和速度。干得不错，前往下一目标点。直并这场的枪械。 自带基础配件，枪械的拼接通过颜色来区分。前往下一目标点，下方蓝色条代表已装备的护甲板数量，使用护甲板，护甲板就像额外的生命值，在跑动时也可以使用护甲板。击倒被标记的敌人，注意听护甲破碎时的声音。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 下面是高级道具的介绍，进阶配件是特殊的配件，这个进阶配件能提高弹匣容量和换弹速度。空投在右上方的地图里能找到空投的掉落位置。这个图标代表了空投补给箱，空投补给箱里包含多种高级。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 军械库还能提供一把预先配置好在对局开始前定制的军械库武器，是使命战场中的最终追求。它不仅可以自带5个基础配件，还能装备2个进阶配件。你可以在附近找到靶子，测试下马配的军械库空投武器。当你准备就绪后，请前往下一目标点。接下来是关于技能芯片的训练。每一场对局。 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技能芯片，使用芯片技能来服玩具炸弹会召唤猎犬，攻击附近敌人。你的护甲值过低，快使用护甲板。干得不错，你通过了所有训练。